我似乎搞砸了。那些标榜香港的美心月饼真的是来自香港吗？近日，内地一个热门直播平台大力推广香港美心月饼。然而，经调查发现，这些月饼既不在香港销售，亦非在香港生产。该品牌声称其根基和研发均位于香港，但所有生产却在广州和佛山进行，甚至他们登记的香港地址也只是秘书服务公司办公室。进一步调查显示，该品牌于2019年才在香港注册，其唯一股东居住在广州。尽管声称与香港关系密切，却无人能在香港商店货架上找到这些月饼。当被追问时，美心的客服回避直接回答，并敦促顾客不要相信虚假报道。目前花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正进行调查，这些月饼背后的真相仍在揭开。感谢您的观看，如果您觉得这段影片有见地，请给它一个赞并订阅以获取更多资讯。下次见。